我是公投后台湾的民众召集人蔡炳贵。民主就是中国国民党连中未来的殖民统治，咱台湾人就要家己行出来。台湾社会未当无台湾独立建国的声音。我们来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建国，终结中华民国殖民体制。6月31日，礼拜暗时7点，伫咧嘉义县民雄文化路吃好红庙。6月31日，礼拜暗时7点，伫咧嘉义县民雄文化路吃好红庙，新春游戏。